命是有九条，但心只有一颗，一旦给了出去，可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已经到武神山的海域了，你可以试着引蛊了。你抹这半边儿。放轻松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请你在心里面欣喜地表示欢迎蛊虫的到来。闭眼吧。啊，我闭眼。琴蛊这东西呀，不但要命还要心，你命是有九条，但心只有一颗，一旦给了出去，可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可是你会长大，长大就要成家立业，到时候终归要离开赵云峰，也要离开我。哎，只要我永远是你妹妹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。好啊，你永远是我妹妹，我也永远都是你的哥哥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一辈子在一起。那一言为定，一辈子在一起，我们两个永远不分离。一言为定。殿下怎么了？难道是骨头又犯了？这个文小六说话不算话，还不把结果的梆子拿来，我去找他算账。我解了。解了？恭喜殿下。殿下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做了个梦。这蛊这么快就进到你身体里了，就你这样的人也敢操纵蛊？最厉害的控蛊者可以远隔万里取人性命，难道你以为那些蛊像你一样慢吞吞的翻山越岭吗？我扇核桃呢，我扇核桃呢，你是不是偷我扇核桃了？奇怪啊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我觉得这个蛊没我想象中这么简单。哪里不简单了？不知道，我现在身体没有感觉出异感，你觉得呢？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？我觉得我们该逃了。